由议会提出释宪这样子的一个程序，来捍卫我们所有国民的一个健康事安来做把关。上个礼拜五嘛，那个行政院已经送立法院行政命令通过，那我们院长呢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对外说，行政命令大于地方自治条例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嘉义市会刚好在做这个最后一次的这个临时会，所以在今天呢，我们就正式提案，请我们嘉义市议会这边呢，跟嘉义市政府会合作，然后由嘉义市政府的行政程序，由嘉义市政府向议会提出，由议会提出释宪这样子的一个程序，来捍卫我们所有国民的一个健康事安来做把关。我想就是一个主旨，我们自始至终，从头到尾，我们真的始终如一，就是这个态度，这个重要的原则是不变的，就是为国人的健康做把关，为食安做把关。我觉得这个捍卫的态度，我想政府有责任，也有义务，一定要全力去做。